法师，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想呢，我们来就佛陀在世跟印度外道之间呢，为什么佛陀对14个问题呢，那么是不回答的也叫14无忌，有没有14无忌？那么往往其实关键问题出在哪里呢？因为外道总是用现象来思考。很难马上引到什么因缘里头。如果从因缘来看就简单了，但是呢，从现象来看呢，其实都是没有办法去回答的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嘛，有无跟什么亦有亦无，非有非无，是不是有4种啊？有无，然后是什么亦有亦无。非有非无，是不是各有4种？问题就出在什么？从相来看，这是独立开来的，有这4种状况，是不是都从相来看？从相来看其实是无法解决问题的那所以呢外道就请问佛陀说，我跟这个世界之间，因为有我才感受到有世界嘛那这个世界呢，一个是从时间来看，一个是从空间来看，这个世界到底是恒常的呢还是无常的是异常亦无常呢还是非常非无常，是不是也有4种？这个是从什么时间来看，这个世界到底是长长久久永远不变的存在呢，还是无常，还是没有这样子的现象 的存在跟亦跟什么非，那这是空间上的有边跟无边，那亦有边亦无边，非有边非无边，是不是也有4种啊？那是空间的问题，到底有没有边要落入有边也不对，其实落入无边也不对，因为在现象上是不是就容易落入二边呢 其实这个都不对。还有呢，就是人死后的这个我跟神，这个神其实就类似像灵魂之类的了，我们以佛教叫做什么意识以一般来讲就是那个神识啊，神到底有没有去后世，去还是不去那么亦去亦不去呢，还是非去非不去，那这样子是不是3、4、1、12再加上2个，就说我们的这个身与我们的事就有点身跟心到底是同一个还是完全不同，那是不是都从相来想？那如果是佛陀要回答，不是说不能回答，而是从相没办法回答，要从什么性，从因缘就能够回，从因缘其实不难，但是因为从因缘对外道是不是还有一个很大的落差其实还很大一个落差，光是讲一个有我跟无我是不是就已经
要讲到无我都很难了呢。所以无我其实并不是否定这个我啊，是不是在讲这个我不过只是众因缘和合跟离散的问题吗？对不对？有我相，却是呢我是性空的，所以说无我嘛。啊，因为从我实在没办法讲清楚。啊，就像相是不是没办法把这个我讲清楚啊？其实反而从性空，从无我，其实才真正理解这个我是什么。啊，那所以呢，佛陀是不是啊那个龙树菩萨？这个八部里头是不是有不依不异啊，不长不断，不来不出，不生不灭啊，是不是都用不啊？其实用不才能够很清楚的解决这些问题呢。啊，不然的话从相是不是都很困难，其实相都没有办法啊，就像我们说诶，到底鸡生蛋还蛋生鸡，是不是永远都没有一个什么，因为没有端点啊，是不是没有那个起始点啊，从相是没办法解决的，哦，而应该去想到的是什么？哦，鸡中有蛋，蛋中有鸡，这个是不是因缘的问题了？其实是因缘呢，哦，而不是一个生一个，或者一个生另外一个，不是，因为我们习惯是不是从这样子来想？哦，好，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十四无忌啊，哦。那当然，我们说，哎，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到后世去？那从佛法来讲其实很简单，就是从因缘来看，是不是就哦唯识学提供了因缘法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也是啊，我们灭后是不是会再生，是因为第七意识自动会再生吗？但是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一定再生，诶，圣者他可以灭后而不再生啊，所以他也不是绝对的啊，这样理解吗？那佛陀又怎么来看待呢？那佛陀就看佛陀要度化的是什么样子的啊，我们说，哎，佛陀的法身是不是佛佛道同啊？佛陀的法身就是佛啊，成佛者的自受用身嘛，啊，还有报身啊，还有报身是为了度化什么登地以上的菩萨，所以他可以现化身啊。那么对我们这些地前的菩萨怎么办啊？凡夫菩萨是不是就要用什么化身啊？那也要看，也是不是要看因缘啊？那这些化身、法身或者这个报身，是不是也是因缘的问题啊？其实也都是因缘的问题哦。哦，好，所以呢，在这里哈，我们的第181页啊，那么在解释里头哈，在第五行，许多人向佛陀来请教啊，到底佛陀有没有到后世去？到底是去还是没去，还是意去意不去，还是非去非不去啊？那佛陀都不答，因为去不去，意去意不去，啊，非去非不去呢都不说。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现象的问题，从现象没办法圆满的解答。但是对外道，你不用现象，实在他也听不懂。那要用因缘呢，实在很难啊，很难让他们一下子去接受因缘嘛，所以就干脆不要讲。啊，不然的话他们还是会从现象来怎样反驳，那是不是又反驳不完了啊？所以呢，如来当时候对灭度后到底是有或者无呢，一概不说，因为说去与不去呢都是什么戏论。为什么是戏论？因为从现象来讲都是戏论，从现象来讲其实都是戏论。那所谓的如来者呢，即诸法如意啊。啊，但是所谓成佛以上呢，那么佛陀所就是说佛陀跟所谓的真理法则是完全尽虚空界的吻合，对不对？圣者不过只是一小部分的吻合，到慢慢尽虚空界的吻合，是不是才成佛的？而我们呢是还没吻合，对不对啊？因为我们还没去验证，但是我们起码我们还有点善根，就是我们有循着这个道路的能力啊。那当然要达到那里，那当然就要累劫数世的去修，起码我们还可以找得到道路，点滴的去用功嘛啊。所以呢，到成佛呢，也就是诸法如意啊
佛陀进虚空界，佛陀所证所圆证的呢是进虚空界的真理的现象，叫做诸法如意嘛哈。那么也依着毕竟即灭性呢，那么不能说有或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因为涅槃本身它是不是即灭相的，是即灭的，连语言都即灭了其实连语言都能都完全即灭那所以我们说我们本身有语言，本身是不是也有执着的成分呢？其实还是有执着的成分那为什么能够起有无的这些执着呢就是说其实所谓的涅槃它是即灭性的了，所以根本无法去说这些什么有无那佛陀所不说的呢就是不可知的部分也等于说透过因缘其实就是让我们不可知嘛，不要去知透过因缘知道说每这个所有一切因缘它都不具有单独不变主宰的特性乃至到说它是完全完全平等的这种特性，然后才能够去呈现出真理现象的平等相嘛。那这些都要透过不可知所以呢不但如来灭后的有无等问题不可说，就算是佛陀现在时呢也是不是还是不可说所谓的不可说就是不可知不言为什么说不言呢？就意思就是说不要去执着这些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的这四种现象，因为这些都是现象那这些其实都无法达于什么诸法实相其实也都无法达于诸法实相，而我们学佛是不是就是希望能够达于诸法实相涅槃嘛？那其实他也还一定要是要透过因缘法，而不是现象，是要去打破因缘法呢。所以我们说要离相泯相，是不是才能够灭相现前啊？并不是在相上，首先在相上去计较，那就不对了。所以一方面呢，佛陀呢不是灭度不是灭度才是涅槃。其实如来就算在世，其实如来呢也是念念涅槃的意思就是说如来的在世或者灭度灭就是入灭不管佛陀的在与不在其实佛陀所要传达的是不是就是涅槃的甚深法义尤其对我们凡夫尤其对我们凡夫，其实佛陀在在都是希望能够帮助协助众生达于涅槃嘛那所以纵然佛陀在世也是怎样念念涅槃，佛陀就算入灭就算入灭，佛法是不是也是留下来留存，来让我们凡夫有机会学习所以呢我们说如来在世与不在世，是不是还是着相的问题其实还是着相，因为佛陀到底在与不在，那是不是还是现象的问题？那佛陀也告诉我们说，其实佛陀在世呈现出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那还是因缘法，是不是那个也是缘生之后，是不是也会缘灭那佛陀的这最可贵不在于他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佛陀就讲他最可贵的是不是就是佛陀的法身，其实还是法，对不对？还是法就算佛陀入灭，那佛陀还是法身长存嘛，对不对？法身还是长存所以佛陀他早就去超越了什么这个生灭，所以佛陀早就超越了生灭，只不过为了度化我们不得不去现出他生灭的化身，对不对？佛陀所要传达的是不是法身也就是法嘛，真理法则真理现象，来让我们依据着真理法则真理现象来怎样修行
是不是人人也可以成佛啊？佛陀，因为佛陀之所以成佛，也是从他凡夫的时候开始学习，对不对？所学习是不是还是真理法则，去验证真理现象，达于圣者，然后再从初地一直到十地菩萨的圆满嘛？啊，到成佛之后，再以三身来度化众生，是不是几乎所有的这个修哈、啊、有情众生的修行，是不是都要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那是人人都可以学习，人人都可以成佛的呢。大原则性如此，但是大家是不是又各有不同的因缘啊？在因缘来讲，哦，它又是千变万化的。每个人是不是那个修行的时间长短也是不一样的、啊，方式也是不一样。就像我们在这个学习也是啊，啊，在那个求学过程，是不是也有的人很顺利，有的人很坎坷？然后有的人上哈、啊、进得了学校，有的人是不是也进不了学校啊？哎，但是那个程度，因为每个人的努力而不同嘛。啊，有大原则性，有大原则性的认定，但是有各有因缘的那种啊，非常细腻的一些变化。所以呢，要透过因缘法才是真正的理解啊，整个宇宙人生间的什么真理法则，对不对？也是透过真理法则而让我们认清我们修行的方向，这样理解吧哈。那希望能够超凡入圣，圣者就是要达于涅槃的境界，而达于涅槃的境界是一定要透过什么？透过因缘法，而不是透过现象。透过现象是不是都没办法圆满的来解说？所以佛陀干脆不说，因为现象上佛陀就是要我们不要去执着嘛，就干脆不说。啊，是因为从现象上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啊，所以如来在世呢，啊，不管在世啊与入灭啊。那么说实在，那个也不是现象上的问题。佛陀的可贵是不是还是法啊？啊，在法的传达啊，所以龙树菩萨呢，就以此来引证啊上面的这些理论啊，来显示他们说有或说无啊，说亦有啊亦无，那么或者非有非无，是不是都不对的？因为为什么不对？因为从现象上来说。啊，是无法圆满的来认清楚整个宇宙人生间的这些啊法则现象的啊，因为现象是不是不断的在变化啊？反而应该要谈的是更深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变化的什么因缘啊？要从因缘法则来说哈、啊。好，那接下来。这个本文啊，说涅槃与世间啊，无有少分别，世间与涅槃亦无少分别啊。啊，所谓的涅槃跟世间，涅槃是出世，对不对？世间啊，出世法跟世间法来说的话呢，其实也是一体的两面呐、啊。啊，那么上面两个颂啊，第182页就讲上面两二颂，就是前面的说，哎啊，对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这样子的四种现象啊，那么都是呵斥的啊，因为我们容易执着这四句嘛啊，这个是用比较用遮的方式。否定式的符号其实用遮，肯定式的符号用什么显，遮显哈。那接下来我们这个颂呢，其实也就等于是要去正面的来解说涅槃啊，解说涅槃。那究竟涅槃是什么？如何正确的来理解啊？那么一般这个解脱道的声闻圣来说的话呢，因为比较从现象来谈来想。所以会以为涅槃跟世间是相反的哦，为什么？因为声闻法是不是比较从相来理解啊？所以就会觉得说，哎，世间是有生死轮回的苦痛，所以就很厌离生死，然后想要心入什么涅槃嘛？哦，所以他们会以世间为有为，是生灭的，那涅槃是无为的，是不生灭的，
把它当作两件事情。啊，两件事情的话呢，就会认为说，哎，涅槃是离开世间才呈现涅槃。啊，那世间是世间，涅槃是涅槃，是不是就把它想成两件事啊？啊，那其实呢，所谓的世间跟涅槃是无有少分别啊。何谓无有少分别呢？就是无分别的意思啊，是等同的啊。啊，也就是所谓的什么生死即涅槃，涅槃即生死，对不对？这个图我们是不是不断不断的，其实一直都在画着哈。声闻法把生死世间的生死当作一回事，世间法是不是就离不了生死？相对的呢，就会想要怎样涅槃？所谓的涅槃就是出离生死嘛。对不对？他是不是出离了生死？看起来好像是相对的两边，所以从现象上就会想要脱离，然后想要进入，这是不是有出有入啊？有出有入是从什么？是不是从相来看？那菩萨怎么看？从因缘来看。生死跟涅槃之间其实是没有界限的，是应该打破界限的，所以叫做不出不入，有没有？其实是不出不入的。所谓形成世间，是因为原生的力量强，不得不什么缘灭，哦，所以。这个就是从什么因缘法，所以说生死即涅槃，有没有？生死即涅槃，世间即出世间，出世间即世间。所以所谓的涅槃，不是在这个世间法当以外有另外一个地方，其实涅槃是在当下的。哦，就像我们说，哎，为什么这个世间呈现出千变万化、瞬息万变的现象？因为这个的当下是不是就是性空的啊？啊，为什么花会开会谢？是因为花啊，这盆花本身是不是就是性空啊？它就是啊，它的所有一切因缘都非常的平等。那么它为什么会看到这盆花？是因为因缘和合而生。之后是不是也会因缘离散而灭啊？哎，其实就是缘生缘灭嘛。啊，就是缘生缘灭，而不是说它一定从哪里来，然后一定要去到哪里。那是不是用相来想，才会有来去？啊，从因缘来看的话，其实这种来去也不是同样的一盆花，然后搬到这里，那这盆花又从哪里，又从另外一个地方又搬？不是啊，它其实是众缘的和合。不是只有花的问题，是不是要有人啊？也要有人种啊，也要人去摘，还要有人去销售，还要去买，还要买回来再剪再插再弄，是不是太多的因缘啊？而不是从现象来想，应该要从什么？从因缘法来想啊。所以呢，这当中它就是什么？是平等平等的，在当下。所以我们说，哎，波瑞它本身是一种叫做什么巧慧，还有一个相对的就叫做什么浊慧。何谓浊慧呢？从相来想是浊的，一定要离这个啊，一定要离此生彼啊，啊，就如同啊，老师也做了一个比喻，说在冰天雪地当中要如何取水。那一般就会想，这个冰的下面有水，所以就去钻一个洞，然后去挖一个洞，然后还要去拿绳子啦，这个什么盆啊，那个什么桶子啊之类的，然后还要凿子，是不是？要去凿一个洞，要凿很深很深。尤其如果说是在北极来讲的话，那个冰天雪地，那个冰层是不是很厚啊？要凿到水可不容易啊。确实是离冰有水，但是波瑞是什么？用火化一化就有水。
冰的当下是不是就是水啊？不是离，不是脱离了冰才有水，冰的本身就是水了，只不过要用温度去烤它，对不对？它温度升高，那个是不是冰就会化成水啊？就不用去挖嘛，当体即是了。这个是要离此生彼，离冰才有水，跟啊，所以我们说离了生死才有涅槃，这是不是浊慧啊？也是慧啦，但是浊啊，巧慧就是当体即是啊，当体即是。所以我们常讲说，家庭有问题，那难免会离家出走，对不对？那这还是浊慧哈。当然说啊，一时间受不了，好，那离家一下。但是离家有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啊？还是没办法。而且离家的时候，我们说哎，最好就是到哪里啊？到寺院去找师父谈一谈。师父谈的结果就是你回家去解决吧。哎，但是找师父是不是才有机会回家去解决问题啊？而且在离家的这段时间啊，你会很坦荡荡的，会说我是去找师父的啊，而不是去胡搞的，对不对？要不然的话，那先生还更气，然后还怀疑，还不知道跑到哪里去，有没有去做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是不是？那问题就多了，那还有师父为你证明，对不对？啊，所以我常觉得我们寺院本身就应该要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让大家有机会离家之后呢，找一个能够充电的地方，有师父关怀的地方，提供佛法正确的巧慧而不是浊慧。对不对？家庭问题还是要在家庭里头解决，不是跑出去就解决了，那个是短暂的啊，短暂当中啊，就说离此生彼是可以短暂的，但是要能够就近解决，是不是还要当体啊？还是要回家去解决？那当然，那个要有勇气啦，对不对？啊，那这种勇气就是怎样？从佛法当中的慈悲与智慧嘛，那是不是很大的最大的勇气就是从那里来的？这样能理解吗？哦，所以呢，我们说那个因缘法的可贵也在这个地方啊，也因为透过因缘法，我们才有机会理解说，哦，世间啊，即啊，生死即什么涅槃，涅槃即生死。所以我们说烦恼即菩提，有没有？哎，为什么能够产生出菩提心？其实也因为透过烦恼而产生了什么菩提心。没有烦恼，菩提也无从生起，其实也无从生起啊。好，所以第182页啊，第五行有没有？生死即涅槃，涅槃即生死，这个也是菩萨道的可贵之处。所以导师也讲哦，其实立根与顿根来说的话，菩萨道是立根呢，顿根才想要急于出离生死，先入涅槃。其实真正的立根是菩萨道，愿意长久在生死流当中协助众生。那菩萨在生死流当中，菩萨是不是还是能够去感受到涅槃的法味啊？还是可以的，那就是智慧，那是一种智慧啊，也就是般若智慧才可能，因为在当体就是了啊，当体在生死当中是不是也还是有涅槃的法味啊？一样啊，因为在世间里头其实也有什么，也有涅槃嘛。所谓的涅槃就是真理的法则产生出来的真理现象嘛。那个真理法则是不是就在当下？真理不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哦，是在当下的，其实就是在当下。哦、啊。啊，所以呢，这个啊，这里也讲哈、啊，众生都在生死当中都得涅槃，不要修行了吗？啊，也意思就是说，
其实它不是分开的两件事情了。其实不是分开的两件事，因为从现象上来谈来想其实是不对的，应该要从什么，从因缘并不是这个意思。也就是在涅槃的立场的当下呢，世间本相即是涅槃涅槃即是什么，世间的本相就存在在这当中嘛那么也因为我们众生颠倒的缘故才成为世间呢才看到生死苦迫嘛那其实呢，世间本身是不是就有涅槃的法位在这当中啊？其实是有的哈就如同这里也做了一个比喻，说虚空是清净的但是呢，我们有眼病的人看的就会花花绿绿这个有飞蚊症的人是不是就看的满天都是蚊子啊？实际上虚空是没这些东西的所以呢，虚空是没有这些花花绿绿的现象如果我们的病除了，就能够见到明净的虚空就像我们的第七意识因为杂染所以才会呈现颠倒相。如果第七意识的杂染能够降服能够用定来扶助，或者更彻底就是转染成净的话，没有第七意识的杂染，那么就能够去感受到什么是那个真理现象的现前真理现象的现前其实就在当下呢，不是离开这个地方另外有一个地方，不是如果病能够除，那我们的最大的病这个数世劫以来的杂染的病，其实就是我们第七意识杂染的病嘛。也因为有第七意识的杂染，所以第八赖也是里面储藏的，是不是都是杂染的种子啊？当然不止第七世的问题因为储存进去的也杂染所以我们才会轮回生死而不已嘛。所以我们说这个我们还是透过第六意识听经闻法，是不是才有机会去教育我们的第七意识一直告诉我们自己不要这么自私，不要这么自私，不要只有为自己想，那要怎么办呢？要多为众生想，就是发菩提心嘛就是要去发菩提心呢多为众生服务，其实也是利益了自己耶自己能够转嘛能够转变，自己能够转迷起悟，能够转染成净，对不对？一方面又能够广结善缘，当然福报智慧呢能够兼修，对不对？这个也就是福慧双修嘛所以菩萨那么得无生法忍，就是通达了世间相即什么空性，空性即涅槃，这些是不是都是相通的？透过因缘法是不是才能够相通？如果透过现象，就好像每个都筑了一个铜墙铁壁一样都互不相干，那其实是不可能互不相干的了在这个世间法里头，是不是大家也是相互的影响就像我们住在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里头，是不是也都是互相的能够影响到会有我们的共业，但是也有我们的别业，别业当中是不是也有我们的共业其实这些是不是都是相通的？人我之间也没有办法完全的阻断的这是没有办法的所以经典上面也讲尤其心经就讲空即是色，色即是空那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里头也解释这个空即是色即是空，就是引证此论就是用这句就是我们第181页的这个本文因为这个涅槃就是空嘛，那么世间是不是就是色是无有少差别的，无有少分别世间即涅槃所以回到第182页的倒数第三行，世间即涅槃，指一切法毕竟空即灭性来说那在即灭性当中呢，它是没有任何的分别，因为因缘法才谈得上即灭性，因缘法它本来就是非常平等平等的
啊，所以在因缘法上是不是一直在否定自性的存在？就是用什么性空，空就是在否定自性的存在。自性是我们自己妄执出来的嘛，也因为我们有妄执才起分别啊。如果不妄执，是不是就不分别了啊？就不会有所取着，也才能够达于平等相的现前。平等相的现前就是涅槃的现象啊。啊，好，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去体悟毕竟空性的话呢，那么就能够得到什么涅槃，对不对？就有机会达于涅槃。所以我们在世间法里头也要离一切戏论，那么即是什么涅槃。当我们说要一旦到了啊，这个觉诸戏论，那就是怎样证得圣者的境界，涅槃的境界。啊，确实我们这个时候是因为还没达到那里，所以我们也不得不多运用啊，因为我们必须要引经据典，对不对啊？让我们的思想语言上是正确的，才能够引导我们的修行正确啊。啊，那所以我们还未达到涅槃之前，是不是还是不得不用一些语言文字啊？所以必须要透过文字波瑞，但是要去脱离对文字的依赖，就是要关照波瑞啊，透过关照的方式。因为所有的啊，就说能够达于那里呢，不是只有靠语言文字，其实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现象当中，这些法则是不是依然存在的啊？而在现象当中，我们要能够去跟真理法则去吻合，那就是要透过什么关照的方式啊。看到春去秋来，你要知道这个是无常，是不是啊？知道这个不过就是缘生缘灭的问题嘛，啊，所以呢，在世间法要离一切戏论，即是涅槃啊，即是涅槃。但是我们又不得不用啊，所以我们在用的时候不要起太大的执着，非如何不可啊。说离字啊，这个从经典说离字，如果离一字或者改一字呢，即非什么佛说，即是魔说，这样子就太严重了。哎，这个我们倒不很赞成啊，因为原文字不过就是去表达啊，表达如何让我们的思想正确嘛啊，如何的来引经据典哈，是很重要的啊。好，所以这是说一切法自性空嘛。啊，而且呢它是不生不灭，是因为不二中道啊，而且呢本来即净，对不对？为什么本来即净？因为性空的缘故啊，并且呢是自性涅槃啊。自性涅槃，涅槃它本身就是一种否定的符号，所以这个也是还是通的哈。因为一般会想说，哎，这个自性涅槃好像以为它是实有一个什么涅槃的自性，那也是不对的啊。也就是说那个自性其实它还是极灭性的，极灭的了啊，自性涅槃。所以我们说这个要能够达于自性涅槃，也是超凡入圣那个点以上啊。好，那么第183页啊，或谓呢如此，好像只说到自性涅槃，好像没有说到有余涅槃、无余涅槃跟无住涅槃。其实涅槃真正的意义来讲的话，是不可说有差别，在本质上是不是都一样的、啊、就是真理的现象，只不过呢它有这个量上的不同，高低是不是就表示那个量不同啊？啊，就如同爬山或是爬到高楼去嘛，啊，越高的地方我们看到的范围是不是越大，体证的感受到的越多啊。不可有说有差别的是什么？是质上没有差别，但是在量有没有差别啊？其实是有差别的啊，有高下嘛，我有量上的差别啊，是有量上的差别啊。好，所以呢不可说涅槃是什么东西，因为一旦是什么东西，是不是就着在现象啊？一旦着了相，就不会达于涅槃。我们就是要离相、泯相、那个灭相，涅槃是一种灭相，是不是才可能现前啊？
啊，所以不是有啊，就说这些无有余涅槃、无余涅槃都不能从相来看，无住涅槃当然还不是相，对不对？它还是透过中道不二而达成圆满的境界。好，所以呢，毕竟空性的涅槃无种种差别相可言，这是在质上啊，在质上没有差别，但是其实量上还是有差别。所以呢，鸠摩罗什大师的哈、的大弟子僧肇法师啊，僧肇法师呢，其实是最能传承鸠摩罗什大师啊对龙树学的那种精辟之处啊。可惜啊，他早死了，哎，30几岁就过世，非常可惜啊。所以龙树学在北传没有得到适当的发展，很可惜啊。所以我们北传都比较喜欢真常，哎，也是这样，因为波瑞真常常常会混用啊，就是因为，但是我们在这个时代，因为有印顺导师，我们在龙树学上还有机会啊，能够读得清楚了、啊、哈，所以这里也讲到嘛哈，有余无余者呢，出处之假号也啊。啊，有余无余涅槃是不是？那是果位上的差别啊，果位上的差别其实也是生命高度的差别，生命高度的差别是不是就有量上的差别啊？啊，其实还是会有量上的差别，不过它这个也不过就是。这种还是假有的，是因为因为它还是有量上的差别的啊。好，所以这也用一个例子说，就如同虚空它本来是明净的，但是云一旦来了啊，那么这个虚空好像被遮蔽了，云散了呢又恢复了啊。那其实如果在虚空来讲，有云也如此，无云是不是还是如此，虚空就是还是虚空啊。那么我们之所以有所分别，是因为站在众生的立场来看啊。所以呢，离烦恼为有余差别，灭苦果为什么无余差别，有种种功德妙用为什么无住涅槃啊。那这个都是在众生分出了种种差别啊，在涅槃意义上是不能啊，不可说有差别。所以我们说它的无差别是直上的不无差别了哈、啊。不过这里因为有一个，我觉得这个也很好，离烦恼。这里是离什么苦果，无住是佛陀的什么，无住涅槃是佛陀的广大妙用。这里是不是有余的，这里是什么无余，离了什么生死，分断生死的苦果。这以下是不是有分断生死啊？哦，那这以下呢有恶，其实圣者以上不再起烦恼，叫做离烦恼，但是他还不是离了烦恼，不是立刻解决掉他的分段生死身呢、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是离了烦恼啊，因为在第六意识里头的那个根本烦恼里头，是不是要先断三结啊？哎，其实要先断三结的，对不对？尤其是什么我见，三结是什么借进去。借进取见还有疑，最难的是不是就是我见啊？我们为什么恶？因为我见才会恶，以我为主，我着相才起恶。
其实我们说圣者以上他不在恶，所以我们说诶，上面只有善，还有大有小，下面呢有善有恶有大有小，是不是？再上去呢只有善没有小了，只有大没有小，一样一样的去淘汰，这个先淘汰，之后再淘汰这个，然后剩下的是不是就是善的，而且是大的，大圣不共法，这是不是大圣不共法？这就是大圣不共法。在下面我们都还会有啊，解脱道跟菩萨道，对不对？哎，但是我们的恶哈，真的是凡夫才起恶，其实圣者不起恶了，是因为解决了什么我见。所以我们说我见越强烈，是不是那个恶的机会越多？嗯，所以佛陀就教我们要怎样，要无我嘛，要无我啊。透过无我，其实也就是性空啊。要知道甚深空意，是不是才有机会去解决我们的那个我见呢？才能够去离烦恼啊，啊，也才能够离烦恼的哦。哦，好，所以在第183页倒数第四行嘛，哈，离烦恼为什么？有余涅槃，灭苦果为无余涅槃。因为我们的苦果来自我们的分段生死生，啊，都要经过父母生生嘛。所以我们说，哎，菩萨摩诃萨其实虽然他还有生死，但是他生死是不是非常快速而短暂呐？而且他还可以分身无数亿呢。他是非常自在无碍的了啊，因为他已经灭苦果啊。那到成佛啊，则有种种的功德妙用为无住涅槃。所以我们说无住涅槃也可以从这个无余涅槃那里起算了啊。那当然到成佛是究竟的啊，这个无住涅槃，无住涅槃啊。所以呢，在菩萨，我们说诸佛菩萨的这个菩萨，是不是就是菩萨摩诃萨啊？摩诃萨他是有种种功德妙用啊，那这些也都从我们众生来分出这些种种的分别啊，种种的分别。所以在《金刚经》也讲嘛，哈，这个圣贤哈，这个是有量上的差别，在那个涅槃上，是不是在质上是不可分别的了？啊，其实是不可分别。所以我们说，诶，真正了解涅槃为在什么自性清净离系论上来安立涅槃。所以我们有所谓的什么自性涅槃，对不对？自性涅槃啊，自性涅槃出现在这个地方，对不对？自性涅槃，那么无住涅槃也可以从这里算起的啊，包括成佛，那就看那个严格的讲是在这里，但是实际上到这里已经开始是无住涅槃了。嗯，啊，是因为第七意识已经怎样消失掉了，消失掉，所以我们说，哎，在无住涅槃现起的时候，能够蒙佛受记，有没有？说将来必定成佛，是不是在第二道二生期劫满的时候啊？啊，其实也在第二道二生期劫满。自然能够蒙佛受记，所以我们的无住涅槃也可以是从八地以上讲起啊。那当然要究竟圆满，那是成佛啊，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啊。所以呢，这个所谓的涅槃啊，它会比较在极灭性上面来说啊。那也因为极灭呢，是极灭掉我们的杂染，所以它也才能够产生出清净来。啊，那一旦有细论，其实还是杂染，所以他也必须要离杂染。啊，所以这也讲到说，若真正修行啊，要去体验诸法极灭。啊，虽然烦恼习气未尽，亦是了解涅槃。啊，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修行，那么这也都是生生世世的事情，而且是什么？
刹那刹那间的事，对不对？随时随地的啊，所谓的修行是累积过来的，对不对？就是要转迷起悟，要转染成净，要能够善多而怎样恶少。我们凡夫地上来讲的话了，因为还是有恶的成分，我们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处理得掉啊。但是呢，我们要透过体验诸法即灭，也就是我们要能够习惯用什么缘起性空、性空的角度来看待啊。因为空本身它就有破除、有即灭的特质，对不对啊？那么也才能够去离烦恼习气啊，啊，就是说才能够去面对我们的这个烦恼习气。虽然我们的烦恼习气未尽呢，但是也属于了解涅槃。就是说我们虽然还没有验证到涅槃，起码我们要先了解涅槃，对不对？先要知道，要寻到那个道路了，啊，要寻得到道路，说，哎，我如何的一步一步的走。一世一世的走，一劫一劫的走啊！啊，如果以为有个什么叫做涅槃，那就完全不理解涅槃了，不了解涅槃，这是什么意思？有个什么东西，那是不是还是着相啊？一旦着相就离涅槃就远了。啊，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要去理解什么因缘法，才有机会去达于涅槃。啊，是要去离相的执着嘛？是不是就是要深入法性啊？也就是要深入因缘法，是不是才能够达于涅槃？也才能够达于涅槃。如果以为有个什么东西叫做涅槃，那就不对了，着相就不是，就离了涅槃啊！所以我们应该要深入法性，要理解因缘法的什么平等性啊，要深观因缘法的平等性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这堂课就讲到这个地方，阿弥陀佛。